IKEA 跟 LEGO 的 collaborate 出了一个那种 container 跟它的 LEGO set， 它总共有四款。第一个是这样的，来 focus， 第一个是这样的，然后它里面呢会有两个小，一个大，然后呢这个是最大个的，然后呢这个是中的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它的 LEGO。这个 LEGO 有什么特别？本来我不想买的，可是过后呢，我就看到他们的 display set 里面呢有这个 LEGO 人哦，拿着那个 hot dog。你知道 IKEA 最出名，我们每次去吃都是吃那个 hot dog 面包，它有 hot dog 面包，所以很特别。然后其实我看到有其他的，还有那些推车的啦，就是很 IKEA team 的 LEGO set。你看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有这些一包一包的东西哦。总共有三包 LEGO 在里面，然后其中一个有一个 hot dog 面包， sorry 有四包 hot dog 面包去了呢啊， hot dog 面包在这边，你刚刚看到它 hot dog 跟它 hot dog 面包在这边，就很可爱啊，这东西就这个我是今天不会去弄它的，要先收起来先。这一盒的话是24.9新币，我不知道马来西亚会卖多少钱啊，是24.9新币。然后现在我们先做好那些 container， 因为我要把那些Alex 的他的 Mario Lego 放进去这些 container。这个是我要买这个 container 的原因，不是因为我要拿来放 carousel 来卖，不像其他人买了十多盒那种来放 carousel 来卖，真的是这样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有这样一片，然后你就是这样放上去做那个盒子罢了，就很简单哦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为什么还有这东西，它是给你做成好像床头这样的，就你可以拿来好像做成那个 LEGO 人的小玩具屋这样。这一只小朋友，这只 Mario 时候咧，它有很多那种 obstacle course 的，然后你放在桌子玩的话哦，因为它没有东西可以好像顶着它，那你在玩的时候哦，它一跳哦，那个 obstacle course 就倒掉，那就很险。所以那个时候英国是英国嘛，我不知道哪一个国家，总之就不是 Malaysia 跟新加坡 launch 这个东西的时候， sorry 说错了，不应该放那个吧。英国讲他们会，英国的 IKEA 讲他会 launch 这个 IKEA X LEGO 的时候，我就很想买这个东西拿来给 Alex 玩他的 Mario 了，要不然他们跟我 complain 讲没有地方给他玩他的 Mario。然后其实这个东西还有那个小的也可以在上面。变成它好像一个两层楼的卡车的样子，所以玩 Mario 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这样放，我下面应该是不会跌啦，应该是可以到这样的距离，不要太重，可以到这样的极限，然后用 Mario 可以咚咚咚咚咚这样爬越来越高这样。问我哪一个比较值得买的话，我觉得中的可以不用买啦，大跟这个小的是值得买，然后还有那个它的 LEGO set， 因为那个 LEGO set 它有给你那个窗口的那个它的窗口的东西，所以可以物尽其用，就是里面小个的就是这样，还有两个小的，哦，好可爱哦，好 cute 哦。OK， 这个就不用什么，这个就不用什么再组装了啦，因为它出来就是已经是这样的。等一下，
去吧。久了，哦，我要拿上来它才什么，然后我就起这个吧。OK， 已经完成了。我有34颗 coin。